好，那现在我们收到一位客人的健康卡，那今晚要查的要，那现在现在先托佛先认定，今仔去拜山，所以你卡锁应该是个生意啊。不过咱嘛是要有电脑是新扎这边，哦，啊是，咱是这个租给新扎这个，介绍这个机会，好，三六千好了，就是出现讲，哦，这位人客伊个健保卡，会使领两对新人的嘴安，啊，不是囡仔家伊就。都无多无多点，哦，代表讲伊我都分啊真清楚，哦，按拄只毛一个囡仔的健保卡，吼，咱试过了后，发现讲囡仔伊的新查了，伊会使领新人，还是讲领运动的，哦，啊，干来使领一项，哦，啊，做新人干来使领新人的，就使领运动的，哦，所以即马，即、這个我感觉即个情况对阮有数来讲，其实是。真方便的，吼，因为我上烦恼、上担心就是这个速度，吼，因为一天250片，啊，100多人，吼，啊，一个人啊，开几分钟，我可能就在其中无多做，吼，所以你即摆几秒钟会使完成，我就感觉安尼是我们做乐意去配合。如果你只讲做上主来讲，你当家己本身来当来判断讲。就咱会使先初步讲啊，一看就知影这是听说，啊这相说咱今仔变咩啊，吼啊收到，哦今仔是听说，咱再反正来查落来看一下，啊当然嘛是用电脑来判断啦，哦伊我都接收到再好难嘛，啊。啊，医师要建议建议到哈，要进到我们这里面的。在高雄的时候，那因为他在申报的时候，他的报关行他就跟我们通知说，哎，好像有三个哈、哦，有在这之前的这个行程当中，哦，有三个人啊曾经感染到这个病毒。那最后想要问一下部长，刚才好像一度有一些情绪上来，是在防疫的部分有怎么样的有感而发？谢谢。抱歉哈，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。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，对不对？同仁打得这么努力，好，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，大家晚安。哦，那很抱歉让大家久候。那不过第一个消息是，虽然也是可以预期了哈，那不过还是一个确诊的个案，就昨天武汉从武汉回来的。好，有三位哈送到我们的隔离病房检疫，好，那我们在一个第一个时间里面予以检查，那有两位是阴性，那有一位是阳性，有一位是阳性，好，那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，就是说有位有发烧38.6度的病人，那刚才去查，就是说他们其实到医院现在的肺部的情况都还好，好，那症状当然其他两位哈都。在症状上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，那发烧的病人其实发烧也退了，好，不过在我们的好在鼻咽的试剂的检查里面，好，那呈现的是阳性，那当然哈，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第一个时间听到当然都很沮丧，好，那不过这也是我们带他们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好，就是避免有一些病人留在武汉，在比较不好的医疗环境里面，那有很可能会丧失了宝贵的性命。那我们让他回来，虽然不希望，好、哦、说在统计上有相关的一些确诊的病人，那但是呢，反过来想，那也等于是很有可能也能够救他一命，让我们的医疗界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。好，那今天大家另外关心一个议题是另外是，那新的游客这种新的游客这上来就接下来他的行程，那一直要进到哈、哦、要进到我们这里面的这高雄的时候，那因为他在申报的时候，他的报关行他就跟我们通知说，哎，
好像有三个哈、哦，有在这之前的这个行程当中，哦，有三个人啊曾经感染到这个病毒。那因此呢，那我们也就马上请专家来跟我们做一个讨论。那最后想要问一下部长，刚才好像有一度有一些情绪上来，是在防疫的部分有怎么样的有感而发？谢谢。抱歉哈，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。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，对不对？同仁大家都这么努力，